你好，这水果怎么卖啊？哦，你看你想要点什么？小七，怎么是你？当初那么狠心把我们小诺给抛弃了，我看你现在混得也不怎么样嘛。今天我生日，你怎么喊那么多人啊？人过热闹啊，有问题吗？可是我只想我们单独在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矫情？爱近不近。啊！小诺没事吧？赶紧擦一下。你怎么喝茶？来，喝这个。我生理期来了，你是知道的。你是真够扫兴的。那个，你们先吃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小诺，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我就随便点了一些清淡。哎，对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这些菜都是你点的？是啊，今天下午就提前过来准备了。挺好的，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哎，天，嗯，你是不是最近还单着呢？是啊，哪像你啊，找个这么善解人意的女人。嗨，他那样有什么好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当初我跟小诺，就是在这个新域软件上认识，上面都是同城的单身，而且聊天也很主动，匹配率也很高，聊得来还可以奔现，你可以试试。行，我回头看看。我也吃差不多了，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一下。小诺，你再陪他们待一会儿啊。小七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不舒服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我现在在外面有事，没时间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小诺，小诺，你怎么了？小诺，来，喝杯水。现在把药吃了，早点休息。太麻烦你了，这次。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，打扰你们了。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知不知道小诺？那个，你先回去吧。小西，我们好好谈谈吧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聊你刚刚那位追求者吗？我们还没分手，你就急着找下家，你可真是饥不择食啊！我真后悔认识你，分手吧。你还真是图谋不轨啊！你是故意在小诺家附近卖水果的。哥，你去帮我买杯喝的吧，我去买点水果。来欺负嘉宾对吧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得快点，不然婚纱店就关门了。有人在吗？你好，想要点什么水果？你别介意啊，你选好称完，告诉我多少就行了。亲爱的，你这么爱吃水果，以后我们开个水果店好不好？好。